哦，好久不见，哎，不不不，也是经常见了，来拥抱。先到我们的这个定点的位置拍照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来，雨桐，哎，先跟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一下，好不好？跟哪个机器？就那个 戴帽子的那位，哎，OK，好。然后拿这个吗先跟直播间朋友？OK。Hello，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雨桐。对。说到雨桐呢，其实经常会在不同的活动上见到她。那雨桐呢，其实也是新生代演员当中，我认为来讲是非常会有穿衣服风格的一位演员。那今天参加这场大秀，先说一下什么样的心情，好不好？哦，首先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看见沙漠，跟你哇，一样。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被震撼到了，我说太美了，就现在看着远处的那个夕阳，所以就感受到了自然啊，然后时尚啊，鄂尔多斯相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美丽，真的在给我心灵上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和治愈，震撼，震对不对？撼。好，那今天这一身亮相红地毯穿搭也是，不是，今天这一身亮相红地毯的穿搭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我今天这一身真的是打破了我原有很刻板的一些印象。我对，原来太觉重要的一得，些印象。对，我原来觉得好像羊绒就是送给来孝敬父母的礼物，真的真的，因为觉得很保暖、很舒适，然后不会想到说我平时时尚出街会用到它，但这一身就完全打破了我的印象。你看里面一个很。New Bra，对，这样一个对，吊非带，而常且它背后还是一个交叉那样的一个，然后外面呢搭的这个羊绒的外衫，它有一些这种像羽毛啊、流苏啊这种设计，然后底下搭一个带一点小开叉的这个羊绒裙，所以一身出来就是那种，我觉得就随随便便又舒适又时髦，今天这一身的红地毯的造型，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棒的，而且其实对于鄂尔多斯的这个，其实他现在已经面对更多的一些年轻的，包括一些时尚的人士。其实，雨桐就是诠释的非常好。那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今天因为是我们40周年的大秀，所以需要你的签字在前面的镜头那边 OK，表达你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欢迎，好的。Richard 说要放 Goodwill。